多头有咩新闻啊？新闻啊多得滞，皇帝头嘢多求其噏下啦，随口噏。未噏之前咧，讲一个大家去思考一下嘅问题。而家外国翻嚟咧，逢系上机都要经过48小时内嘅核酸检测。咁但翻到嚟香港咧，又要核酸检测，又要隔离。系啊，呢个冇所谓啦，你政策吓，政策吓，政策啊，行使权力大过天。但佢知唔知喺外国核酸检测几多钱啊？啲人，我哋喺曼谷都要成1000蚊港纸，又嘥时间，又要去医院，又要攞翻张证明。但翻到嚟你冇用喎，即刻要检测喎。咁你咪話勞民傷財啊？除非話你有核酸檢測張紙翻嚟，唔使隔離，唔使剩啫，或者你檢測多次都冇所謂啊，係咪啊？咁我哋希望你嗰啲中港殘官用下個腦去諗嘢。咁即係話喺外邊檢測嗰張紙冇效，失效。啲徐副放屁噶嘛，佢哋而家全部搞啲工作咧，全部勞民傷財。我哋睇啲資訊咧，淨係話嗰啲中港兩地如果搞啲核酸檢測咧，都唔見好多錢。咁你喂，你啲人有經濟能力嘅，你咪買啲喺屋企測下咯，冇所謂。但我哋覺得以前100几十年前乜都冇噶啦，一中招打個乞嗤就已經知道有事啦。個人體都測得幾準啊！有呢班友咧，個個食屎嗰個飯，唯一嘅目的咧，佢哋係為咗逃離。除咗有關人等逃離之外咧，乜嘢作用都冇，即係啲叫做啊題外話啦，但都要檢點嘅。咁你嗰個社會咧，你啲資源咧係咁浪費。我哋香港做205。在曼谷做啊，3900蚊。香港做250蚊啊，嗰個核酸，我唔記住。通常都係免費添啊，香港去。咁你咪勞民傷財。有啲係啊。係嘛？即係你製造香港嘅社會啲人喺外邊浪費曬啲資源，啱唔啱啊？啲窮人啊，窮到夠曬命。咁因為有人問我咧，就呢兩日咧。搞嗰個習近平七一香港並回歸嘅講話精神研討會，大鑼大鼓，我哋好奇怪咯。7月1日習先生講嘢，咪而家20日咯喎，你班友仲未消化到？你搞邊科啊？瞓醒未啊？夏寶龍叔叔，啊港澳辦主任。你未瞓醒咧，就瞓下先。好啦，如果你另有所图嘅，就好简单嘅啫。你唔使话讲研讨会，你习先生精神咧就好简单啫。你哋实行支持我哋人民领袖习近平连任，支持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，乜嘢精神都齐晒。咁多废话托炮咩？低 B 干部。研究完你老母啦！研究两句话收工啦。支持人民领袖习近平先生连任，支持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，永续千秋万世，收工。嘥卵气，讲起火都嚟啊！呢班咁嘅柴仔，曹圈巴闭。你連我重心精神嗰兩句説話搞掂啦，大鑼大鼓做戲咩？做戲做得衰過人，係嘛？唔識做嘅走嚟香港百和會館，話叫阿阮兆輝教你點樣做戲。你老母你真係講起啲火嚟啊！啱唔啱啊？徐富放屁。喂，这个事实、哦、
習近平連唔連任咧，對我哋老百姓有咩損失啊？你共產黨一日唔擺低嗰個馬列毛思想啊，你邊個做都撲街，可以話俾你聽啊！郭兆明講嘅，成套嘢都係嗰啲古惑仔文化，打江山打天下可以用，治天下咧就撲緊街嘅。啲馬列毛思想可以話俾你聽啊！邊個做都冇意思的，千祈唔好搞錯。你成個共產黨要徹底改革，一定要擺低馬連毛呢套思想。如果唔係，你包你冇運行，唔係講笑啊！佢打個招牌叫馬連毛，其實係盜賊文化嚟嘅。講現代化啲叫古惑仔文化。咁啊，而家個局勢咧就好嚴峻嘅，因為點解咧？有啲人咧好漫無，成日話打台灣、打乜打乜點點點點，嘈喧巴閉，話一個禮拜解放台灣。喂，我當你有東風導彈啊！你一開波啊，你東風導彈啲幾多錢肥一冚啊？1億美金啊，差唔多。嗯，人哋可以用嗰啲廉价嘅电磁炮截你噶，抠到你将近嚟嗰阵时啊，用个隐形刺机行咗喺上边，高过你30000几嘅高空，揿掣用电磁炮射落嚟啊，几千蚊一支咋？你射得几多支东方导弹啊？中共低 B 降步，好啦，如果你继续话要搞。要用武力解放台灣，咁即係話咧，要全個中國咧抄家所有人，打完場仗咧冇得贏不得止，個個人連底褲都輸 Q 埋，我可以話俾你聽啊！我包你輸埋條底褲，以我哋嘅常識去判斷，唔使咁深奧咩軍事專家判斷嘅，打仗打錢噶嘛，打成本噶嘛。是吧？嗯，你一支1億美元，我啲电磁炮一冚咧几千蚊美金，我十冚肥你一冚你都死啦，我又嘥几皮，你又唔见1億美金一冚，哇！你又扑唔扑街啊？呢啲边度数嚟噶？啲美国佬啊，啲鬼佬好差毒噶，多年我点苏联走去太空竞赛啲军力，苏联扑咗街解体啊！有佢再點你搞呢啲咁嘅咩航空母艦啊、乜嘢導彈啊、亂餐肥啊嗰啲啊，害你破產啊！你知唔知啊？扯你落水啊！搞撚同你為止啊！佢哋到而家都未醒啊！淨係算講翻國內而家嗰啲房地產啊，由梁振英啲冚家產引進噶嘛，嗰啲按揭制度點樣借錢、點樣炒地、古靈精怪呢、這個冚家產唔知咪無間道嚟噶？人哋外國借錢貸款咧，有個穩定嘅社會，個月咧有曬數計，供到樓會，供30年噶嘛。佢而家點你搞啲供光作用啊嘛？加埋你做生意啊，借完再借，借完再借，借完再借，話又抵押啲股票、債券，債券翻嚟又再抵押再借，放到無限大噶嘛？如果點恒大啲會爭到20000億啊？憑咩信你啊？嗯，知唔知啊？好扑街噶嘛！人哋又知道你啲咁嘅弱点，你冇节制，冇自律精神，好大喜功，贪婪，狂嫖烂赌，食餐饭都系100几万，知道你啲咁嘅低水平嘅干部，啲大款啊扮差晒嘢，啊买几架法拉利摆度唔同款，等啲仔女喺度威，屋企人冇架车执照都买几部车摆度啊！要嚟演嘢嘅啫嘛，咁你啲鬼佬咪度条桥引你咯，派阿梁振英入嚟咯，陈茂波之流咯，求你点样集资，点样融资，点样博懵，点样做假数，可以呃钱翻嚟咯，呃到而家你咪做乞衣咯，
喂，德國佬啊，唔借錢噶，好多歐洲國家啲人買樓，佢焗住要借啲噶，驚個政府查佢，好似香港啲人俾曬現金買樓，查你啲錢來源咁啊，怕煩啊嘛，所以我借翻三兩成嘅啫，算數嘅啫。就算你歐洲好多公司做生意完全唔借錢噶，冇咪唔做咯，做少啲咯。人哋知道風險啊嘛，我個學生就係咯，喺中國嗰時候開廠，我又千交代萬交代，你一定唔可以卸貨。你卸貨俾佢咧，你前年賣平啲，教佢之後銀行借錢俾你，咁啊到而家都未有事咯。我哋盡量做生意，唔好借銀行錢。我夠錢嘅 cash 傾，有嘅喎擴大。你擴大咁大做咩啫？有得分啊！又食嗰兩餐米，瞓嗰三尺床，啱啱先？即係你睇下我哋嘅生活就知啦。我哋食唔起，使唔起咩？點解有時都咁單調咧？係琴晚先真係整個魚翅撈飯啫嘛！我喺阿紅姐間餐廳嚟到泰國啊，芭提雅啲魚翅咁平啊，咁啊啱啱咧又～執咗幾手喺市場筍嘢，啊無端端執幾球，唉咁啊整餐魚翅撈飯賀下佢啦，咁樣啫嘛，都係三幾百蚊港紙。琴我哋餐飯幾錢啫？千四蚊泰幣，成大煲魚翅啦。生活好單調噶，同埋好舒服噶。如果你識得去部署，你學啲咁嘅聲，大陸佬古惑仔文化冚家產，扮曬嘢係咪啊？嘈喧巴閉。啲蛙鬼叫，係嘛？笑撚死人啦！睇世界幾陣時輪等到你共產黨話有錢啊？你不撚知所為，不知天高地厚。你睇歐洲啲皇族啊，淨係亞洲啊，啲錢多到得人驚啊！你有錢就好，人哋未曬水啊，大佬！正式版鐵包金文化，印度仲犀利啦，又係鐵包金文化，你邊度知有錢啊？德國都係噶，行出嚟你唔知佢老闆啊，大佬！做生意全部都唔爭銀行錢嘅公司，你打仗咪打仗咯，定個台炸彈係咪啊？啊，係咁先。Okay, bye bye.